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哎呀，老公，你就配合一次嘛，每次让你配合你都鸡头白脸的，就一次行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就一次。你就惯吧，他是那演戏的料吗？可他打小就喜欢演戏吗？不是，这考多少年了都没考上，再这样下去咱儿子就抑郁了。反正这也在家，就让儿子过过演戏的瘾呗，行吗？你配合一下。哎，行，你就惯吧啊。那你配合着啊，儿子。儿子，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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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呛，几个几个呛！哎呀，儿子，妈给你的剧本你看了没呀？看了，妈，你就放心吧。啊，你写的不就是你和我爸从远处手挽着手向我走来，我走到你们身边使劲撞你一下，对，然后我爸用恶狠狠的眼神看着我，给我一眼泡，我就摔倒在地，跪地求饶说。这个男人谁要跟他在一起就太有安全感了，对不对？对，儿子，就是这意思。妈，那你看我这英雄范行不行？儿子，你真棒，太好了。那就按着演了嘛。好，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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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老公你配合一下啊。啊，亲爱的，我来晚了。你有病吧？配合啊，这就开始了。早开始了啊，没关系，我也刚到。锵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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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几个锵。亲爱的，这个人有病吧？没事儿，没准儿人是锻炼身体呢。哇哦！呀，不对呀，妈，我搁这。呛呛好圈了，没撞着你是不？可不是嘛，儿子，你应该撞我一下呀。呀，妈，我没走心啊、哦，演的没走心。你俩演太好了嘛，请闭啊、哦，咱再来一遍。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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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说他大舌头狼藉的，你说哪个导演能看上他呀？你也别这么说，一旦有导演就看上了呢。那导演肯定是疯了。老公，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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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呛，就这一场是不是？哎呀，你打儿子干啥呀你？这怎么还加戏呢？剧本里没有这段啊！剧本里有这段。干啥？干啥？呀，爸，你是不是考验我临场反应呢？爸，那你看我这感觉对不对？你看我这感觉对不对？滚滚滚！别生气。呀！哎呀！哎呀！哎呦，这给我打的！哎呀，哪疼啊？妈看看。演戏呢，演戏呢，演戏呢。你真棒，演真好。哎呀，大哥你太狠了，英雄救美啊，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超人、钢铁侠、绿巨人、铁臂阿童木。大哥，谁家姑娘跟你在一起的老有安全感了，你看多好多好。爸，我的感觉对不对？儿子太对了，演真棒。好呀。啊，不对呀、啊、哎，爸，你刚才你没打着我，我就倒了，是不是？是不是？好像是儿子。呀，爸，你也失误了，你没给我那恶狠狠的眼神。给个恶狠狠的眼神。对，就是这眼神。对对对，就这眼神啊！爸，你给我搭戏，你得给我刺激。你要不给我刺激，咱演的就不真实。再来一遍，听。哎，行了，儿子，回来吧啊！你就不是那演戏的料。360行，行行出状元，咱干点啥不行呀，儿子？不是，我就要演戏，我就演戏，哎、就演戏，演戏，演戏啊！你非常棒，妈知道你一定行啊，一定行，就演戏，演戏，你就不能鼓励鼓励儿子？你看他哭得多伤心呀、啊！哎呀，行了，你们娘俩，慧文啊，这孩子都是你惯的，咱儿子啥情况，你比谁都了解。你看看他是那块演戏的料吗？哎，有很多种啊。你倒是给起个方向啊你。行，我也想好了，我明天就带他去报名去，行吗？学啥呀？播音主持。行，爸你等我，咱现在就去吧。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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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掌声再次响起，送给三位。来，本期的作品，三位评委老师是否满意？还要听听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昨天晚上我在外边看他们给我汇报，就是这段小品、嗯、我给他们的评价是
接着准备垫底儿吧。但是呢，我感觉没有啊，挺好的呀。昨天第一次我看他们完全都没有。我相信昨天晚上他们真的是下了一番苦功，因为今天在舞台上呈现的真的是跟我昨天看到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至少我认为垫底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确挺好的，挺好的啊。唯一的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还是开头的那个诉求不是特别的明确。